大家好，欢迎来到贪婪韭菜。本频道是透过趋势线、支撑及压力的方式来分析个股，个股都不一定会按照这个方式去运行，所以就参考看看。牛市中压力很容易突破，熊市中支撑很容易跌破，目前是什么市场，大家可想而知。也欢迎加入会员，100元是赞助本频道，300元是另有波段个股会发布会员独享影片。大家好，欢迎来到贪婪韭菜。贪婪韭菜，我是 Norad。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37，决定还是赶快录一录。刚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期货，真的是在搞事啊！怎么这样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没有动啊，真的没有动。我在想说，不要把它给卖了。为什么说没有动？因为大家看一下，它这样子，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纳指。我刚录完影片才发现，哇靠，飞上去了，飞天了，飞天了。这是至少也不是说。飞的非常多哦，就是大致上18点哦，但起码人家要走嘛，走的很明显啊，他这个就不知道到底要干嘛，又这个主力也不知道要想什么，可能待会就要往下还是什么之类的，也有可能非农数据还没开，他不敢那个。不过以我们现在趋势线这样压下来的情况，应该也是等不到那个时间点，所以我们就观察一下主力到底他要做什么事情吧。对，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讲，从这个汉达呢讲到这个联电，看一下，1、2、3、4、5、6、7、8、9、10档。OK， 那我们就看这个汉达到联电吧。那汉达看起来是在这个新贵啊，新贵的股票，我建议还是不要放太大资金了，或者就是完全不要碰。因为它是人工撮合的，我就比较危险一点。OK， 那这个好像之前应该也是同一个人问的，我虽然说我不知道是谁啊，反正呢，那时候问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区块吧，不会花在这里。然后说，这个地方如果打下来可以考虑，那一直没有打下来，然后后面就开始往上走。再来呢，要关注的点，看一下，这成交量会准吗？有7200个人在套在上面。在山顶上面喝茶，好，那这根杀下来，3月14号情人节，我把它拉上去，然后这爆量也是拉上去，那基本上目前的一个架构应该就是我画这样子吧，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在往上去打，当然这个位置我没有到非常确认，因为爆炸量是在这一根，但后面有测试过一次，就一次而已，我没有第二次，所以我只能去猜测说可能在这里，因为有可能它真正压力是在这里，我不晓得，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如果是这边测试个第二次。第三次的话，match 到哦，主力就是压在这里。那如果说没有直接突破过去的话，那真正压力就在这里。所以这个 K 棒就是要走出来啦，走出来才能够去确认。那目前来说，当初如果说你有沿着三根趋势线做的话，应该是有不错的报酬。那如果没有的话呢，还是一样老坏局，不建议做操作。对，因为我个人觉得它不能当冲嘛，不能当冲，然后又在高档，而且又是这样的股票，我个人就没有那么喜欢啦，没那么喜欢。那因为大家问你也不会说，自己买在哪边啊，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是说。就是问个股这样子。OK， 那这一档呢，基本上之前就是要做停损，因为我看到这一档，我拿到这份它的图，因为它就是 W 底呢，突破了，突破之后又跌破，那很常发生吗？也很常发生啊，所以个人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那现在感觉又有一点浴火重生，浴火凤凰要重生的感觉，大家看一下底部这边又快要打上去了，那当然也是它上去，确立再上去。这个白色线之上呢，再做考虑否则我个人觉得就不要去理它应该是这样没错了。看一下结构，哎呦，好像不太对哦。它的压力的这个部分，这个白色线可能真的能够画在这里。对，那它这里好像也做一些更改，好像改到这里来了。对，这样比较合理一点。有什么？算了，我还是放这里好了。然后这个地方不太确定，对，应该还是放这里啊。对，所以目前说，等到哪一天收盘收过去再看吧。那收盘收过去之后呢，你要小心的是到达这里就会有压力的，对，因为之前的压力嘛，所以只有4块钱，大概4块钱的扣打吧，4块3块的扣打，马上就遇到压力，所以自己的停损就要自己去给抓好，因为有可能搞不好你的盈亏比是1:1，甚至更少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蛮少的。那我们就看下一档吧，这样蛮快的，因为这也没什么成交量所以钢铁目前我个人认为就不要去碰会比较好了。正要，
两档名字长得很像，没有一不像。OK， 那看一下这档，那这档之前是在这个位置呢，三月十五跟三月十号把它丢进去会员个股。不过如果说没有提早去做进场的话，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因为大家看一下三月十号是在这里，那三月十五呢是在这里，所以代表说，如果说我那时候抓的支撑在这里哦，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机会做进场。这应该是没机会做进场，我就很老实做，很老实承认了。所以说你是有去做分批布局下来的，那当然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比较少哦，应该都是到达支撑才做进场。所以像往上拉，往上拉，那目前呢应该就是守住3月23号的低点，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守住这里吧，低点。然后在24号的下影线、3月28号的下影线，我可以看到都有一些下影线的存在。但是这个下影线，确实是它的支撑吗？我个人觉得呢，我会再做一些等待吧，因为如果放在这里，我觉得也感觉也不太对。我应该会抓这里到这里，就一个2.5块钱的一个支撑区。哦，那这边你有兴趣当然可以考虑，那或者是说等待有一些比较明显的 K 棒，目前就不要说，像105号我就直接走进去。哦，那我是觉得说你有等待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 K 棒，哦，然后再来做观察。目前我也不知道 K 棒可能会长什么样子，那有可能真正的压力确实在这里也说不定。但我比较期待的是，如果说要保持的胜率高一点的话，我比较期待的是某一根 K 棒呢，直接把100块给吃下去，再拉回来。哦，那形成了一根 K 棒或两根 K 棒的一只这种破底的话，把这些啊，就是把这些，譬如，我看到99.5可能是低点哦，那我把这个停损价格设在这里，把它给打掉哦。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也不是我们刚刚在上一部影片看到的华兴微升那样子。如果说你有兴趣看回那个影片，相信你每一部影片每一档个股都有去看的话，你的技术分析会更加的提升，因为每一档个股哦，每一个就我们之前讲了，每一个数学公式都有它的解法，但答案不一样啊，可能都套同一个公式，但它的问题不一样哦。那你有时候大家并不是说是忘记这个公式，只是说看不懂这个数学题目哦，类似这样的解释。所以说你看得多，那或许你在将来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有可能得到一些帮助。大致上一些这比较偏小结构啦，也不是偏小结构，应该说你这里就真的他故意把它拉出去了，所以要再跌到这边，感觉上整个行情都会 nuaki 啊，就烂掉。所以你如果说要维持在强势多头，肯定是守住这里啦，哦，守住这个地方，那才有机会再往上走。OK， 我们看下这个亚力哦，我记得我好像很常分析这一档，那可能是很多人在讲吧。那我个人这一档我从来都没有把它丢进去会员个股，因为我不知道反正就对它有点恐惧，我不知道什么恐惧的点在哪里，反正也没有分析错误啦，因为之前就是它有守这个大量的低点，那但是真正的大支撑我是看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大支撑，所以都不一定，我都不一定。然后呢，它现在的一个走势比较像是有一个左肩、头部、右肩，但没有跌破，我今天往上拉哦，所以说它不是在做这个头肩底哦，不是在做头肩底。那可以看到，目前的看法应该是压力在这里就有，所以可能是一个区间，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区间，这样吧，是这样子一个区间，37到41这边的一个区间。对，那区间盘，个人觉得说，像是它这一根就蛮好的啊，有把这些人打掉，然后收盘收回去，这个就还不错，这一根就是一个还不错的点哦。那当然当初不一定一定看得出来说这边是支撑，也是要经过一些测试才知道。那目前看到压力在这里，所以价格上它现在是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说现在再打一次，再弯下来哦，不用弯到底部，让我今天没关系。但是至少我们确定一根、两根再来嘛，我都打上去嘛，三根。然后之后突破的话，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位置。就是你等它 K 棒走出来，然后这个压力点更加明确，突破这个压力明确的压力点之后，我们再做个突破单，我相信会更加好。对，目前看法应该是这样。当然这里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些下降趋势的感觉，应该也不是这样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华孚，华孚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是这个涨停板，然后礼拜一是往上走。那这个就真的是我们的会员股啦，不是说真的啦，之前讲的几档也是真的，因为我们会员有100多个嘛，我不会胡乱。那我们在什么时候去抓的？3月29，上礼拜三，3月29是在这里。
然后那时候说这个位置呢形成一个非常小级别的破底翻，那当然破底翻之后呢能够底部真的往下跌的话，那这里一个上升趋势线，所以这边呢那时候当初会把它丢进会员个股的想法就比较简单一点。第一啊，我没有看到高点这边有什么爆量，我没有看到哦，是一根丑丑上影线，但是这个上影线的其他的量也没有到很大啊。再来的话是底部有真的是确实做一个破底翻，这根突破回来嘛，然后回撤往上走，对，所以如果说你那时候有做到这一档的人哦，真的是不错啦。到今天最高去卖的话是 9%， 所以这其实没什么好问，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涨到哪边去。对，因为问的人好像是有这一档个股的，我记得是，因为我有去都会看大家讲话。那基本上你这你也只能抄，你也只能沿着五日线去看你哪边要去做出场，或者是说有拉出去到前高，或者说拉出去到 10%。好像它拉得很快，它到涨停板，那涨停板我就会再观察一天。好啊，隔天呢，像昨天又涨了 6%， 那我可能就在这个 6% 的位置做卖出，或者说今天卖我都没关系嘛，反正我是赚的。那这种个股我就比较觉得说，就是如果说已经拉出去了，是比较建议的慢慢卖哦，不要卖到都没有空手又想要买回，就套一套就套在高点。哦，因为没有人可以慢慢去等待啦，我相信啦，当然有些人可以，但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会有一种扼腕之心，然后觉得刚出干嘛卖掉这样子，所以大致上应该守五日或是守这一个吧，这个缺口，这缺口应该是可以去做防守，对，五日或这个缺口吧，对，这个缺口。好，我们看下这个三洋半导体。我记得这一档是在今天呢来一个大突破，那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会员个股，那时候是好像是这周抓的吧，4月5号，我在前天，我是礼拜三抓的，那天抓的是在这里，这一天抓的，所以在这里。那当然目前看起来我确定它到底会不会往上，对，我只能说可能是突破了一个关键的位置，然后有上冲下洗，稍微看看它的结构好了。它是开盘的时候就有人先出，那下来，哦，这也看不太懂，不，应该说我不确定它这一根这个量是不是一个出货，还是说它是一个漂亮的往上走的一个情绪。当然，它看起来蛮不能说强势，但就是中立偏强吧。哦，至少它下来之后打到支撑是有一个下影线抽上去的。抽上，像今天确立就是收盘成功，所以说今天之后我才能够去做考虑。或者你真的厉害的话，当然啊，你有一个跳空开高的一个跳空开高之后再往下跌，然后你去往下回接这一单，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但这是你要能够专做的操作了。那所以说这档也没什么特别，就这样吧，因为就是突破这样子，那能不能上去不知道，对，不用问我，我也不是主力嘛，对不对？是小小散户而已。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汉翔。那汉翔这边开始，下面这几档都是 YT 上面留言。那基本上，汉翔这一档个股呢，我们有抓了进场的点，有抓两次，我就是抓在这个点跟这个点。对，所以这是我们会员个股，然后就刚好有抓到了，然后它会往上。现在目前我觉得我也很难看懂它到底要做什么。对，我觉得我也很难看懂。那这条线我觉得也不能删，这里先放旁边。那。对吧，这个你也只能，如果说这个位置一些支撑，这个比较看得懂支撑没有去接到的话，现在说要去进场也不知道在哪里。目前看来这应该有一个小压力啦，这一个。我只要经过这边左侧压力一次啊，右边压力做测试啊，在今天跟昨天都有测试，所以如果说在将来呢，我是将来下礼拜啊再上不去的话，那这里就形成一个明确的压力。那形成明确的压力其实我认为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只要突破这个明确压力，我们依然能够像这边一样好去做一个突破回撤的一个单。所以目前看出来是这样子。对，那这个季线肯定是还没跌下来。那五日均线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太大参考价值。所以就这样吧。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台盛科。昨天好像有看到这一档。台盛科好像是往下跌了啦，往下跌了。那大家看一下吧。把这个给删掉。OK， 那之前抓下降趋势线呢？突破了嘛？突破之后呢，它这边上去爆大量，又一个回跌。那大家知道说3月13跟3月16就是我常常在讲，在上礼拜也讲，上上礼拜也讲，我说这两天都有可能是个股的低点，因为那时候盘势不好，所以
你看哦，这边就蛮贱的。这个跟刚刚上一部影片讲的华兴跟维生一样，就是他刻意呢把这个大量突破的这个大量低点给吃掉，我还吃得非常深，吃到这里来。然后基本上如果我去做进场，当然我看到这个应该是不会做进场，对，我应该是不会做，因为我会比较偏属于等待像是这一根，这一根或这一根成功之后在这地方去吃啊。这地方可能才是我有兴趣的点，因为至少要吃过头头高嘛，然后吃过前面的那个高点，然后再往下走，那可能会吃在这个点。那好，回来讲，反正这个地方就是可能利用一些不好的一些消息、一些盘势把它给打掉，然后再回来。再来呢，看一下吧。我感受上，我觉得有可能是我这一个压力点是画错的，对，有可能它真正的压力其实是在这里。我觉得啦，我觉得应该非常非常有机会，对，因为当初这样判断的话，是只能判断一根嘛，两根、三根，哎，没问题，四根哦都没问题，还爆大量去打这个地方，但它就是到这里就往下，所以基本上也很是我画错，也很是说本来这个区间就不应该做，为什么？因为这个区间的这个空间本来就太过于小，太过于小，那变成说你的这个盈亏比拉不出去啊。所以我之前就其实，在复盘里面，这一档是没有讲，但是之前的有讲。其实它的盈亏比如果说没办法保持在一个1比3的话，我都抓1比3嘛。如果说没办法保持1比3的话，尽量就不要去做。那就算你这一档好失败了，好，那你保持着1比3的这个盈亏比的话，你可能是损大概1-2%，然后加手续费可能就多一点点这样子，那就是亏损，好，就出场。个人觉得它目前我看起来的话不太妙哦。那之前会抓在这个点，还是因为它有大量去打这个地方。打这个压力，但他没过嘛？大量打，代表说有大量一定会出事啊！不管是大量上涨大量下跌，大量下跌也是不太好的事情啊。对，所以基本上这一档应该就是还有的盘整，那将来可能这个地方可能就不用看了。我觉得这一条线可能就不用看了，它应该会比较像是说，如果说它没有翻回去啊，应该比较有机会就是跌到这个地方来，这个点才有机会再往上走。对，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交易计划的话，我建议就不要做任何的突破单，直接去定投，不然就是这个左侧交易，越跌越买，我到一年线买，我到五年线买，我到十年线我再买，我就赌你公司不会倒。好，那大致上是这样子，就之前没有画到一个压力，是它上来的压力呢也是三根嘛，一二啦，是过来这边是三啦，只是这个区域太窄太小了。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一吧。看看我们台股如何？哎呦，有点起色哦，终于肯涨了是吧？哦，压到不能再压了，你看，就还是得涨一下，因为可能对，反正主力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好，我们看一下4104。好，那这一档忘记在什么时候讲过，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就是一个永远不回头的一档。哦，这个没有讲过哎，但我自己有画，可能是那时候要找会员个股的时候有画。那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它应该会有一个，它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个惯性，应该是有一个均线的惯性吧，我猜应该是十日吧 ，maybe 啊，哦不是十日，那是月线哦，月线好像也不算有，看一下，我们要看的是这两根。第一根突破嘛，突破这边区间，第二根砸盘砸下来，砸盘砸下来，然后后面的 K 棒它的压力在哪边？后面的 K 棒，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好多档都涨这样，就是我们去看一下后面压力在这边，所以说真正压力并不是在最高点，很多人都会直接把最高点当它的压力，然后当然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它不是正确，因为主力就没有要压那里啊，对不对？所以再跟大家提醒一下，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再来就是这样子。OK， 画出来啦。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点是，如果说可以突破82块以上啊，就是这个点，收盘收到82块以上，拿一个漂亮的突破的话，感觉这边可以做一笔单啊。好，做一个突破单，那目前看法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把均线关掉，均线关掉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应该拿谁当解释呢？想想，大盘嘛，其实有点像大盘，又不太像哦。大盘是之前是这样的话，哦，那它是纷纷跌破、跌破、跌破，哦，跌破上升趋线也跌破这个，那不太像啦。但它是有跌破这一层，只是说，哎，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这样子嘛，没有画这条线的时候，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有机会这样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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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下来。但是，哎，它就是主力有在看，只是说它有在看，不是我们有，不是我们小散户有没有这样，主力在看才有作用哦。它有在看嘛，所以说它这个点呢是跌得很不阿萨里啊，就卡在这个上升趋线这个地方，然后今天再往上拉，所以基本上这个空间应该就，哦，就是给出一个想法是，要么回跌到这里，然后去以这个地方当停损。啊，然后可能就会拉出去哦，要么就是突破这里，然后这个停损我就不太会抓了，看自己哦。所以这个诶下来这个低点都可以当做是停损价格，然后我们就是去守住这一条白色跟黄色线，哦，大致上是这样子吧。我们看一下这个联电哦，打错了，2303。我看一下联电哦，那联电基本上。这种大选址，我个人就觉得说比较难看懂了。然后，这个其实这个图跟之前图基本上没有不用做任何改变哦。这个在忘记在应该10个交易日之前画的。你看我进来，我完全不想改，因为也不需要改。它的图有点像刚刚那张图，因为我把切刚刚那张图给大家看，是，有点像，有点像。然后左侧这边一个盘整区，然后上来嘛，左侧这一个盘整区，然后上来嘛。对啊，它是有跌下来啊，这边是没跌下来，它是有跌下来啊，这边是没有跌下来，所以右边又是一个盘整区，这样子吧，就等待白色线突破去做突破单，我觉得会更好。那掉下来我也不建议做低阶啦，因为我觉得除非你用期货，因为它的涨跌幅太窄太小，根本就没有肉吃哦。基本上你看哦，这一段到这边才5%，那你的停损价要多少？哦，除非说我经过一个破底翻的一根 K 棒再看，不然我也不知道你的停损价要做多少，1.5%吗？2%吗？3%？3%太多，2%好像，好，2%好像还可以，但又觉得有点少。那1.5%更不行吧？哦，如果说你是直接去接的话，那当然如果说你是有看像刚刚我们第一部影片讲的那个富华那样子，看到一破底翻哦，那看到一主力守在这个地方，短线以内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是有机会当做是一个停损价格啊，连电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对，所以有时候啦，你看我影片，你想要得到一些个股，你可以直接去翻我前面的，我可能前面就已经有了，不需要，就是不用常常在问，因为就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它线就是画在这里。我呀，今天就这样吧，对，然后明天呢，会再考虑要不要发上市上柜的指数，因为好像个人觉得对我的帮助好像也没有到很大。但是又好像有点想知道，对，之后再想想看那个感觉要怎么去平衡，就是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像我分析个股有用嘛？那分析这个上市上柜呢，好像有用，又好像没有用的感觉，对，因为太多指数了，对，反而好像分析趋势嘛，好像更好用，对，我之后再考虑看看吧，反正应该这礼拜应该假日应该不会再发影片，理论上应该是不会了，那就是只会发会员影片这样子，OK，那我们到这边吧，谢谢大家，拜拜。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接下来会不定期更新。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请订阅及分享。再次感谢大家，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